我明啦。走了。现在就走啊！现在就走，送你妈回徐家沟。那我去把婷婷接来，让她跟我们一起回去。婷婷不是跟她妈去滨城了吗？我没让她走，我想让她跟我们回去，把我妈下葬以后再走。不，不折腾婷婷了，婷婷让你们折腾够呛了。再说呢，你跟丁雪离婚，家里的人都不知道。婷婷回去了，人家问她说：“你妈怎么没来呢？”让婷婷怎么回答，我怎么说？啊，丧事一切从简，别讲究那么多了。欢天喜地的要来看他的儿子，看他的孙女，想来享几天清福，可没想到把老命搭在这儿。徐家沟的骄傲，可是你得好好的想一想，事情怎么会到今天这个地步？你得好好想一想，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？你得好好想一想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？跟儿子送你回徐家沟。